又一首 K 圈，这回是同色的。Adams 今天是拿了很多首 K 圈。我觉得 Adams 的风格他好稳哦，就是他跟一般的他都不会急，就是像我刚刚我们看他对决跟 Sengun 那把牌，他就打得非常的扎实跟稳，然后也不怕，完全不怕被超车，也不怕怎么样，他就一步一步一条接一条接，慢慢的跟你打。哇哦！哇，2次都遇到 Aces，那这个的 Aces 的 Sam Greenwood，他现在应该要想一下，他要怎样分配他的筹码，因为他只有11万，11万大概是33个大盲左右吗？翻钱 flop 蹭，最多到转牌就掉可打是光。照理说这边应该要加注很大，可是他可能因为他的筹码太少，他也没办法加注很大，因为他还是要吸嘛，26000之类吧。2万6，如果他筹码2万5，多一点，正常可能会加到3万。做一个2万5。对啊，大概2万5，因为他后面剩太少了。那这一把，虽然是同花哦，可是我觉得这一把他有机会盖掉，原因是因为后手太短后了。手太短了，而且在一个三人的底池，他的位置又是最不好。那我们而且一进去底池太大，他的很有可能就必须要跟 Sam Greenwood 打完。那 King Queen 出的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起始手牌，还是选择跟注，还是选择要哎跟。，King Queen 同色，那我们的实好像也是有赔率咯。对啊，实时是一定不会盖的啦。对，甚至我觉得他做这个挤压 Adams 盖牌，我觉得 Larsen 这边直接 all in 他，我觉得这个都是。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，对，因为实太大了，对啊。而且面对一个短筹码，就完全支持打光。来看一下翻牌会不会来一个90勾，精彩一点。哇哦，哦差不吼吼！多嘞，差不多嘞，10勾 K。那这一个最不喜欢 Greenwood 最不喜欢看到的一个牌面，蛮不想对的。手这里可是他这也没招了，这没办法，他可能只能就是 all in。1比1的赔率了。那然后这边我们的 King Queen 也是得 call。Adams 也要被挤进去了，然后这我位们置太的尴尬了，Larsen 爽一波。又做一个2万5，那我觉得这真边对于我们的 Adams 就是一个轻松的跟组。他也不太好动，不太好动，其实。选择跟注。那这是我们的 Larsen，应该就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筹码尽量的丢进去。28万7千，觉得应该还是选择跟注慢打，选择跟住曼非达。常的隐蔽。我看一下转派，好，无关紧要。一张红桃三，那这样子的话，Greenwood 逃不掉了，是肯定逃不掉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一个对 all in 啊。了。因为都是跟注，没有再翻牌遭遇反抗。而且他现在如果跟住我们的 Adams 再跟住我们的 Larsen 应该要选择 all in。这手牌我们的 Adams 真的是会这被 Greenwood 带去。是被夹死哇，好稳啊！这里还能过牌，大神级啊！真的是大神级。这个应该找，我是忍不住了啦。我也忍不住了，对实啊，在忍不住了。大神级的过牌，好，也是选择过牌，真的稳。两个人真的是打得真的这么好呢？这个真的是世界顶级的一个技术展现。打得真的太稳了。对啊，那现在。
现在我觉得Lawson 也，我觉得他也不用担心会遇到 A 比他更大的牌，因为有 AQ 在 turn 不可能在这两个状况两家都 check 了，所以他应该知道自己实是大了。这边 Stan Greenwood 盖掉，我就真的觉得就跟神一样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盖掉，他是有概率盖得掉的，因为他既然选择在转牌 check 了，他面对对手整个范围其实不一定领先，不领先的，而且还是三家。他蛮纠结的，他蛮纠结的。我们看看 Sam Greenwood 的，这里如果能做一个盖牌，啊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他的粉丝，太强了。在 flop 的一个，哦，盖掉了，他真的盖掉了他的 AA， 这个，哇，太厉害了，这真的强到爆了，哇。哇，真的叹服。嗯，他六打，你后面那个再打，再这样一个翻牌，面对一个这样子的赔率，六啊，你二，而且他丢了那么多的筹码进去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他只输了五万的筹码，哎，在翻前做了一个25000的隔离，然后在 flop 做了一个25000的 C bet， 被两家跟住。哇哦！顶对两头胜也该给他。哦，难以想象这样子一个慢打的 set 时，居然就只赢了这么点。天哪，这个 Adams 跟 Sengu 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有透视眼啊？哪里？